怎么了？是不是尿裤子了？不知道哎。没有啊。没有。那他为什么哭呢？不知道哎。可能饿了吧。饿了。哎，他一天呢要吃七八回呢。你孩子的时候不也一样吗？乖。不记得了。你呀，你这个贪吃鬼，就会折腾你娘。你将来长大了，要是不孝顺呢、看爹怎么样打你。这么早起来啊？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了，我去溪边打水，在回城的路上捡到这只山鸡。捡到的？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把它打死的。哎，山鸡的味道很好哎，比家里养的还要香。哎，你吃一口啊。嗯。味道好不好？山鸡的味道很好啊。山鸡不好吃啊。不好吃。青儿，是你的心意才使它味香味美啊。姐姐，青儿，姐姐很感激你啊。姐姐，你不要这样讲嘛，听了都不习惯。其实我好早就想说了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姐姐，这种甜甜蜜蜜的，听了叫人起鸡皮疙瘩的话，就留给凡人去讲吧。我们啊，都不做心这样讲话的。
管你喜不喜欢听，我还是要讲出来。无论将来如何，我们姐妹俩的情谊是永远不变的。啊，姐姐，你今天突然这样讲，是不是？傻孩子，我跟官人的情原有尽时，我们姐妹俩的情当然也一样。啊，姐姐，你快不要这样讲了，这样我听起来好害怕。你不要再讲了，青儿。师傅，我给你送斋饭来了。先搁在一边，谢谢你。哦。师傅，有件事我想不通，十分纳闷不解，不知能不能请教您。小师傅有何疑问，尽管发问。您既然知道妖孽就在城中，又有收妖金钵，那为何不去收服妖孽，却借住在白云寺中？大师，请教你，这是因何道理？佛祖法御，须待婴儿满月之后，佛经最后一口亲娘奶方可行动。收妖还讲人情啊？这不是讲人情，这是佛祖慈悲，再说也是天数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笑了笑了。明天呢就是两个小娃儿的满月，咱们呢把所有的亲友全请来，好好的热闹热闹。昨晚人都请来，那有多少人啊？百来个吧。百来个？你疯了？怎么？我把你吃垮才怪呢！银子多难挣啊，干嘛打肿脸充胖子，到处请人家吃满月酒？哎呀，开心嘛！开心？开心你就不能买点好吃的？自己人围个桌吃个饭，那不就成了吗？自己人围着个桌吃饭，天天不都是这样？这有什么特别的吗？特别？什么叫特别啊？特别花钱。这是一生才一次的事情，花点钱有什么关系吗？一次？你怎么知道只有一次啊？我难道就不能再生吗？我说你这个人粗枝大叶，要到什么时候才懂得持家算计呀？哎，咱们本来就不是什么有钱人家嘛，干嘛去跟人家摆阔？哎呀，才请个三五桌人嘛，这算什么摆阔啊？三五桌？哈哈，你刚刚说要请百来个人，难道你请来的这些人全是耗子，全挤在桌上不成？难道你就不能够省一点啊？再说现在又多了张嘴要吃饭，这个银子分文都要花在刀口上，要不然拿什么养孩子啊？那也许人家汉文也想请呢。弟妹她早就说了，富家一系酒，贫汉十年粮。弟妹她最反对铺张浪费了。跟你们娘们儿啊，永远决定不了事情，我找汉文商量去了。哎，你别去了。嗯，她带着她娘子游西湖去了。自从家里多了两个小婴儿，姐啊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孩子刚满月，她就想着将来她女儿碧莲要跟我们家世林啊结亲的事儿了。哈，她可真会做梦哦。什么做梦啊？将来碧莲那个丫头就是我们的媳妇儿了。官人，你高不高兴啊？嗯，高兴自然是高兴，可惜啊，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老公公，而你呀，是老婆婆了。
那不是叫做白头偕老吗？那不是很好吗？最怕的是恩爱夫妻不到头。如果在金山寺，哎，娘子，不要再提我那件蠢事了，好不好？娘子，对不起，我们下去吧。你啊，做贼心虚，下次要是再这样，看我还饶得了你。来，好。看你分明是妖孽，身上妖气犹存，我让你到人间岂不是要危害人类吗？来人啊，在，给我拿下。实不敢欺骗大帝，弟子修炼了1000多年，从来没有杀害过任何生灵。是观音大士他见我皈依三宝之念甚诚，特地指点我到西湖去报恩，许我成功之日再助我白日飞升，以炼仙班。此话当真？弟子若有一言不实，他日愿死于雷霆之下，葬于山峰之中，求大帝开恩，指我迷津。既然如此，本身就不再为难你，只要你报恩完毕，就应速速回复南海大师，不可迷恋红尘，自毁道行。是，弟子愿遵法旨。慢着，你是千年白蛇，身上有种毒气，又如何能和人类共存？本身就赐你仙丹一粒，让你能够终身洁净，以免危害人间。还不张嘴！世间上竟然真的有这么一座雷峰塔。娘子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忽然间？官人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们走吧。前面什么事围了那么多人？我去瞧瞧啊！乖、哎。旁边有一座塔，那是很正常的。那个塔取名雷峰，也没什么不妥当。你为什么那么害怕？青儿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当初下凡，就曾经得到真武北极大帝赐我仙丹一颗，才将我全身毒气消掉，与官人结亲报恩。我曾经立了誓，若是报恩之后还有思凡之念，便会死于雷霆之下，葬于山峰之中。没想到真的有雷峰塔。所以你以为雷峰塔就会是你的葬身之地？不会那么巧吧？不会那么巧。这是听说，
是什么的势力。姐姐，现在你已经生了孩子，阴阳轮算的法术应该已经恢复了，那你为什么不推算一番，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？我已经试过，只是血光未尽，推算依然不准啊。那放下孩子跟我一起走。不，姐姐，本来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要报恩，现在孩子已经生了，恩也已经报了，苦已经受够了，泪也流了，肝肠寸断，心被掏空，我们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让你死无葬身之处吗？姐姐，你现在已经不见许先生了， 你跟我一起走。青儿，你不肯走是不是？姐姐，你是不肯走了？我就知道有一天你会爱上这个孩子。青儿，他是我的亲骨肉，是我怀胎十月千辛万苦才生下的，他是我的一块肉，你明不明白？我不明白，我只知道他是债，他是你欠许仙的债，现在债已经还了，你为什么还抱着这个债？你把他放下跟我一起走。不要，他是我跟官人生的，是我们共同的。姐姐，放下孩子吧，千山万水凭你过，长江大海任我行。姐姐，我跟你两姐妹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，逍遥自在，而且了无牵挂。姐姐，一朝顿醒当年梦，方知恩爱转头空。青儿，青儿，姐姐，你劝过我的，以前我跟张公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劝过我的，你说望子心中绕，前缘尽勾销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望子在你心中绕一绕，把你跟许官人家的恩怨孽债一并勾销？姐姐，我们跳出这个人间万丈坑，我们不要堕落在仕途中，千万不要毁了修行又丧了性命。青儿实在不忍看见你完全不复，魂飞魄散。青儿，青儿，你先起来。姐姐，你不答应我走，我绝对不会起来，你答应跟我一起走吧。青儿，我，姐姐，在此恭候多时了。你等我干什么？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现在急着赶回去，没工夫跟你闲扯。施主，你怎么这样讨厌呢？难道我要回家都不可以吗？你再这样挡着我去路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如请施主息怒，请听老衲一言。我不要听，你想要讲的我都会背了。你又是说我娘子是个蛇妖，要吃我害我，是不是？这些我早就知道了，不要你来瞎编排。施主既已知晓，为何还执迷不悟？恐怕真正执迷不悟是禅师你自己吧。阿弥陀佛。常言道，
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门亲。禅师，你乃出家人，为何不去清修，专管我们夫妻闲事？为的是什么呢？老衲奉佛旨意，收妖除孽，倚仗天理呀、啊！哼，我才不相信你这些鬼话呢！上苍有好生之德，我娘子虽为异类，可是她从不害人，生性善良，比起你这秃头和尚要好多了。阿弥陀佛，生性善良，从不害人。施主，你饱读诗书，怎么会发出这种不明是非之论？可见施主已经被魔法迷失了真性啊！谁不明是非？白素贞水漫金山一事，难道施主忘了吗？众生忘死，罪孽深重，佛法难容。施主能视若无睹，老衲却不能坐视不顾啊！哼，说的振振有词，其实歪理一篇。我娘子水漫金山寺，都是给你逼的。要不是你千方百计逼我入寺，我怎么会出此横祸？禅师要怪，恐怕得先怪你自己。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；色不迷人，人自迷。我不要听你说那么多。你要念佛，自己去念；你要修道，自己去修。不过，我奉劝禅师一句：万法从心起，空论树下禅。道可以不修，但莫污染。上天一定乐见人团圆，而不像你这和尚，专门拆散别人姻缘。施主，施主，并非老衲要拆散你的姻缘，而是你们的孽缘已尽，树地难迁。施主若是个聪明人的话，及早醒悟，回头是岸啊！我的事不要你来管。施主、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讨厌？我要回家了。施主，施主，智慧是火，业障如草，火一燃烧，草就烧光了。施主，你要三思啊！施主，烧不光的，难道禅师没听说过吗？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我跟我娘子素缘前生定，就请禅师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马，别再绕舌多事，就感激不尽了。施主，施主，别再跟过来。尘世昏昏，谁梦醒？春蚕空吐情丝，自缠绕叹孽种。中朝迷惑将人弄，繁华一瞬执着何用？阿弥陀佛。娘子，娘子，哎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？我在城里看人表演铁头功。哎，好不好看啊？哎，是不是经常在那个城门楼底下表演卖艺的那个？你怎么那么熟啊？哎呀，我早就看过了。哎，你别看那些卖艺的每一个身体都很魁梧啊，其实他们的武功啊都是假的。你有完没完呢？不是你让我说的吗？我让你说这些，你们男人都是一个德性，一点烦恼都没有。烦恼？烦恼什么嘛？你不是跟你娘子去游西湖了吗？她都已经回来大半天了，你怎么还在路上晃荡呢？哎，我……哎呀，汉文回来就好了，你还在唠叨什么嘛？你们女人家就是这个样子。你闭嘴！哎，姐，娘子有没有生我的气？你娘子她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是姐姐我看不过去呀、啊。说嘛，这就叫做多管闲事。你，哎，姐，娘子真的没生我的气。他是上辈子欠你的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在屋里头哄世灵啊。我去找他。哎，汉文，汉文啊，你别仗着人家性子好就不知道收敛。我没有啊，都已经是当爹的人了还这么贪玩，一出了门就像丢掉了似的，怎么成啊？
哎呀，那个铁头功又不是每天都在表演的。哎，你是不是要找我吵架啊？没有啊。哎，你们别吵了，是我的错，我现在就去向娘子赔不是。哎，乖乖啊，娘子，总算有人回来了。青儿，好，我闭嘴，我不讲，我什么都不讲，我当哑巴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哎，青儿，姐姐，本来嘛，你的贵人就是你的心肝宝贝，什么人都不可以说他，他做了什么事，我青儿都只能鼓掌叫好。那我算什么东西啊？我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让你们讨厌？哎，青儿，你明知不是这样的，为什么故意这样说呢？你这样不是让姐姐难过吗？姐姐，哎，好了，我去厨房预备晚饭，太阳下山了，你们两个卿卿我我的可以不吃饭，我啊快饿晕了。娘子，青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大？是她在生我的气吗？哪有这回事，官人你不要多心。那娘子，你有没有？我有没有生我的气啊？你说呢？我傻官人，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我从来都没有过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为妻宠你爱你都来不及，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以前是这样，以后也是一样。你还说不气？你看你都气哭了。都是我不好，好端端的看什么江湖卖艺，丢下你一个人不管，这么不懂体贴，我真是比心灵还不如。官人，不要再说。那娘子，我下次再也不会了，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有什么道理吗？本来都说好了，报恩以后就回去修炼的，现在恩已经报了，孩子也生了，那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留在这里等死啊？自己说过的一些话自己都不算数，还要我来操心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自己一个人走好了，他要留在这里他要留多久，他留在这里死了也不关我的事，关我什么事？根本不关我的事嘛。我为什么要哭？我为什么要哭？又不关我的事。怎么都不讲话？讲什么话？吃饭要细嚼慢咽，专心的吃，一张嘴又要吃又要说，你不嫌累啊？这张嘴长在脸上，本来就是要吃饭讲话的呀，要么还能干什么？还有啊，平常一家人坐在一块吃饭都热热闹闹的，为什么今天都绷着个脸呢？闷死人了。还有啊，说什么满月节期要准备些好菜，这什么好菜啊？姐夫啊，你要是喜欢吃什么菜的话，我明天叫青儿去买。别理他，他想吃千年人参万年雪，你上哪去找？我哪有说要吃这些怪东西啊，我只是说好一些嘛。这还不好吗？这好什么好啊，苦瓜、空心菜、笋子、冬瓜，什么豆芽，这什么是吧，炸弹呢？ 姐夫，这不叫炸弹，这叫鸳鸯蛋。哎呀，什么鸳鸯蛋凤凰蛋的，反正你们看一桌子菜哪有点肉味啊，把我当什么出家的和尚吃素啊？你再抱怨甭吃了，饿死算了。姐姐，姐夫啊，这个鸳鸯蛋是青儿的拿手好菜，很难做的，来你试试看。是啊，听说这蛋是先把它煮熟，然后去掉蛋黄，塞进肉馅儿，再放进油锅里面炸，炸成金黄色，
喏，就好像是这样子。嗯，闻起来呀、啊，毛香扑鼻。嗯，吃起来更是松脆可口。小布，你尝尝看。做的人呐、啊，更是劳苦功高，理应多吃。来，那青儿，这个给你。我不吃了，你们慢用。哎，这丫头怎么了？她没事。我想啊，跟我一样嫌菜不好。胡说八道。一定是你刚刚在那边闲这闲那，惹了人家了。人家忙里忙外的做了这么一桌菜，被你这么一批评，若是我也不吃了。姐姐不要误会，青儿不是那种气量狭窄的人，可能她有别的事情。等会儿我去看看她就好了。哎，娘子，青儿她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官人，我都不生气了，她还生什么气呢？你不要多心，吃饭吧。哎，你们今天去游西湖了，有没有到那个雷峰塔去玩呢、啊？嗯，有啊，好好玩哦。那有没有上塔顶啊？哦，没有，因为娘子觉得累了，所以只上了一半就回来了。哎呀，那多可惜呀、啊！从塔顶上往下看，视野广阔，你要看整个西湖啊，尤其早上雾蒙蒙的，整个景色才美呢。啊、哦，那真可惜。娘子，我们下次再去好吗？啊，姐姐她是不肯走的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难道我一个人一走了之？不行，我不能够丢下姐姐一个人。可是我留下来又有什么用呢？天网难逃，在大帝面前背信忘事是会要命的。我自己一个人走好了，我留下来落得一个陪葬的下场，那有什么好处？不行，如果我走了，只有姐姐一个人孤立无依，那有什么事？她到时候只有死路一条，不可以。那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可以去求夫人。求夫人，求她劝劝姐姐，姐姐一定听她的。去找夫人。你说雷峰塔是弟妹的葬身之处？哎呀，你别逗我笑了。夫人，这么严重的事情，我怎么会开玩笑？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要我相信，也得说些让我相信的事啊，这才荒唐了。我也希望这是假的。是子虚乌有，空穴来风。可是我知道有一天他会成真的。夫人，你不是我们，你不知道逆天行事的可怕。姐姐，他无论如何是不能在这里留下去的。夫人，你就行行好，您救救他吧。哎，有话好说好说嘛，起来起来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弟妹她应该知道，她为什么还不走呢？姐姐，她现在一颗心。心里面只有势力，哪有时间想到他自己啊？被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也蛮严重的，说的我也蛮紧张的。那我就姑且信一信，避一避吧。那我就去劝劝弟妹啊。谢谢夫人。啊。哎，小青啊。
妹她这一走，需要多少时日啊？啊？需要多少时日啊？一个月？半年？更久？啊，到底要避多久？你说呀？是永远？永远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？夫人，我怎么会开这种玩笑呢？那我们看不到你们了。本来就应该是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是避一避就得了吗？怎么会再也回不了家了？家，我们也希望这是我们的家，可是天上人间各具法门，由不得我们做主。弟妹，他已经过门了，他是我们许家的人，我不相信天意会要人家抛夫弃子，不让人家团圆的。夫人，您对我们家小姐的这份情，我就代她谢谢了。你不把我们当成样，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看待，让我们觉得好温暖。可是现在恩已报，缘已尽，如果我们继续在这里留下去，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姐姐她已经有1800年的功力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她一定前功尽弃，不要说上天，可能她会落得尸骨不存，魂无依归，那时候更惨呢。夫人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求你救救他。那是当然的了，他是我的亲人，我跟你一样的急呀。你放心，我会说动他的。啊，大师，并非弟子有意背誓眷恋红尘，只是不忍心看见幼儿尚在襁褓，便有父无母，双亲不全，求大师慈悲，指点弟子喜在之道，弟子感恩不尽。喜在大师您杀弟子离去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菩萨慈悲，是这意思。姐姐，我都知道了，你真傻，性命交关的事你还迟疑什么呢？静儿都跟我说了，要不然我们都蒙在鼓里，让你一个人挑所有的苦。姐姐，别说了，你快走吧。我不能走，世林他还需要我。世林由我来照顾，你别担心了。虽然我不是他亲生的娘，但是我会带他比亲生的还要好，绝不让他受一点委屈。姐姐，难道你信不过我吗？我怎么信不过姐姐？只是要抛下亲生骨肉，谁能舍得？舍不得也要舍，难不成你要死在这儿，对世林对你都没有好处？至少魂魄不去，常绕亲朋。弟妹啊，要你走，你以为咱们舍得吗？咱们最舍不得的就是你。这个家没有了你还成个家吗？我们早就习惯有你了呀。姐姐，你这番话说得我心如刀割，
在已经由不得你了，你快走吧，你走了我们才会安心，你走吧。姐姐，咱们何不咱们赌他一赌，或许苍天垂怜，我能逃过一劫。这姐姐，逃得一时，能逃得永远吗？青儿，姐姐你不要再骗自己了，你明知道天数难逃，你为什么还要同天争呢？跟我一起走吧，别再犹豫了，走吧，你们一块儿走。姐姐，青儿跪下来求你，你跟我一块儿走，你跟我一起走。青儿，不，弟妹，姐姐我也跪下来求你了。姐姐你不要这样，素贞不敢。青儿你也起来，你不答应跟我一起走，我不起来，我不起来。青儿，跟我一起走，跟我走啊。姐姐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姐姐我走。是刺痛。你这样疼多久了？刚刚才突然犯的。你以前没有这个心疼的毛病吧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。我去告诉你姐姐去。哎哎，姐夫姐夫，你别小题大做吓到姐姐，她刚生产完身子还虚呢，我已经没什么大毛病了，你这么一说不是害他没头没脑的瞎操心吗？可是你这心疼的毛病、啊、不要紧，或许是今儿个游西湖玩得太累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那要不要请个大夫来瞧一瞧呢？瞧什么瞧，我自己就是大夫啊，别人会看的病我都会看，好多人还捧着白花花的银子来找我，你还去找别人？好了，没事就好了，早点歇着啊。嗯，哎呀，这书今天不读明天也不会坏了呀。饭是要天天吃的，这书呢不需要天天看的、嗯、啊。哎，什么味道？没什么味道啊。哎，你茶杯里盛的不是茶？怎么不是茶呢？什么茶呢？怎么有股怪味道？哎，没什么怪味道啦，这是龙涎露。龙涎露。哎，不像啊。好了好了，酒。是酒。嘘，小声点，要让你姐姐知道了吧。真亏你想得出来用茶杯来盛酒。用茶杯来盛酒没人会知道啊，这就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一山还比一山高。胡说，你味儿不对。味儿不对有什么关系啊？当发觉是酒的时候，我早已经喝完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哼，顶多啊，他翻过身去，一夜不理我。哎，好了，汉文，早点歇着啊，我走了。哎，姐夫，等一等。啊、外面有个和尚，一晚上七敲八敲的闹死人了，你陪我一起出去，把他赶走。和尚七敲八敲的，嗯、我怎么没听到？啊？没有。春雨如酒，柳如烟，路面千里来相会。
是燕秀的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若是千呀年呀也无早安欢，白首同心在眼前。若是千呀年呀也无早安欢，白首同心在眼前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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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修得共枕眠，若是千呀年呀也无早安欢，白首同心在眼前。